你好，美女。嗯。你好，叔叔。哦，你好，小朋友。从哪来的？我是从外面过来旅游的。我看到你们在这里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在挖地啊。哦，那我可不可以问你要点水喝？我口渴了。我家有水，等一下去我家喝的。我把地挖完。谢谢啊。妈，这是老鼠啊。帅哥，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是从湖南过来你们这边旅游，然后的话到处走走，到处看看，没想到你们这边真的太漂亮了。你在说我漂亮吗？白皮哥，你在这里跟着爷爷，我要带叔叔出去喝水个哈。妈妈，还快点回来，别被这个叔叔骗开了。好。来，帅哥，喝水。这个水能喝吗？能喝呀，我们圈子都在喝啊，这个水。百年的绿水。怎么我看你这个像种那个地的那个农药瓶子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是个矿泉水瓶。这个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哦，你们全村都在用这个水吗？对。就是我觉得你这个给我喝水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啊。圈子。来来吧，来来吧，反正口也渴了，不管它了。水好喝吧，帅哥？好喝。我们女人就像这个水一样清澈透明，喝了还止渴。是的，我觉得你们女人这个水啊，要天天去烧，用火去烧，烧开了它还会容易把你烫死，你不烧的话它就对你很冰冷，你对它忽冷忽热的话它会让你冰火两重天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吗？我喜欢的男生有钱的帅的男生。你觉得我帅不帅？还可以吧，对得起。为什么要找帅的呢？男人的心是永远得不到的，我只要得到他的外表就可以了。那我把我的外表给你嘛。可以。我的人心可以走吧？也可以。那我心想着别人女人怎么办呢？那不行。这是你能接受出轨吗？不能。出轨有两种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一种是灵魂出轨，一种是身体出轨，你比较愿意接受哪种？不管什么出轨我都接受不了。他灵魂出轨就是说明他起了色心，但是他没有那个色胆，他只是光想一想。但是身体出轨就严重了。为什么？身体是我承包的，不可以外借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啊。那怎么不带上你女朋友？我前面这个不是我女朋友吗？我都不认识你。可以吗？今天不是认识吗？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嘛？怎么会不行啦？哪里不行？我哪里都行。不行。美女，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什么都喜欢，就是不喜欢我一亩三分地。你这个一亩三分地还种的可以啊。帅哥，你才自由嘛。是吗？想去哪里去哪里。哎，反正我就是觉得上班太累了，自己想出来放松一下嘛。没想到在这里就遇到你了，也是种缘分嘛。对。你要不要跟我去玩嘛？我还要在家种一亩三分地呢，带我玩。你要带我去哪里玩？到处走走嘛，你想去哪里嘛？我还没出过这个大山呢。那我就带你出去嘛，带你出去走走看看嘛，外面很多帅哥。哪里帅哥多嘛？帅哥多的地方是吧？对。帅哥多的地方离开这里有大概还有100多公里，在我们的河南的少林的嵩山市那里全那里全都是你都是货山。不想去那里是吧？那里那些还不够帅是吧？那里都是河山。那里不够帅是吧？对。那我在哪里男生最多是吧？再找个男生多的地方给你嘛。对。那我就带你去那个女厕所的旁边吧。那里帅哥都是多，都是些臭男人。只要他有钱，六十岁的我都把他思想搞乱，50岁的自残八张，40岁的我都可以把他搞得妻离子散，30岁的我都可以把他咬干搞断，20岁的富二代我都可以让他。围着我天天转。哇，你还是挺厉害的嘛。哇，牛逼。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我就去找你，记得想我。你能找到我吗？今天缘分让我遇到你，就装在我的心里。